我是刚刚在车上的810，5月9号台北捷运双线连线中山站19:08所拍摄的是台湾新练的 C37 型芝山系列330329变速的高亮系统，刚刚为世界内核在中山站。实力哦，317次，谢谢哥哥，317次。我下面干嘛都没做，就我们大激光。喂，这应该有的，谢谢哥哥大家。真的好，拜拜。